他问你下列何者为等轴双虚线？来，第一个，它要是双虚线，平方相加，不会，双虚是要平方加怎样相减嘛？这平方相加不会，那什么叫等轴双虚线？它代表写出来的我冠轴和共二轴行不行？这底下 A B 的地方要一样，知道吗？所以说你看一下，这时候把它除以三，这边得到是三分之 h 平方减掉三分之 y 平方等于一，这个 a 和 b 有没有一样？有，八除以三十六变几？四分之 h 平方减掉九分之 y 平方等于一，这冠轴和共二轴的地方会不会一样？没有，所以说哪个是等轴双虚线 ？b， 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了，把这边看一下。